기자! 우리 엄마 쓰야 기자! 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一直很想开一间干妈店，不管多晚都亮着灯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学切菜啊，这个是房太太给我们的。这个都烧焦了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难怪我一直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。看，你的脸都脏了。上来接你回去好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会乖乖的。我拜托你不要把我送回来，好不好？老婆，没事。